有大便啊！兄弟，兄弟，我兄弟，兄弟，大侠有点，大侠有点恐怖啊！大侠，卖阿内姆。出发出发，伟哥已经在车内了。我们今天坐老板的车，老板我现在拍你，你放腿上好了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那个就好了。来进来，来进来，一个一个进去，一个一个进去，来来来，先请，能不能开太大，快点进来，进去，我在捕捉画面。先进去。我要好。哇，数量惊人啊！我怕怕嘞。它会咬人，会咬人。我怕怕哦。好上吧，没拿。我怕怕。比较喜欢你，这次很热情。哥应该送他一个割草机，他以前有啊，他一个人这样除草很累，对啊，我撞了他一个人管全部的狗，所以来说我也要帮他，是他一个人做的，然后他早上6点就开始做，做到现在。这是母狗区，截至我自己出我妹募款，5点多发现他已经进那个五狗笼里面，超6点抬回来，在山上那边抬回来。你洗肾改又补你一个，对吗？对，弄超5天。哦，才补到哦。随时要去看啊。对对对。紧张。啊，他的朋友哈，他的朋友是那一只。他们都在一起，我先补那一只回来，他只要吃东西嘛，进去就扣，那我就给他抓，先抓回来。嗯。然后他就我同样的地方，他抓回来哈，看到他就比较快乐，他伤口就比较快好，哦，不会紧张。他很爱吃啊，他一下子就进去了。了解。啊，然后为什么让他在一起呢？看到他就有安全感。刚回来你怎么会知道他不会咬人？给他东西吃，给他喂药，然后慢慢跟他讲话。哦。小黄，你好啦，轻声细语跟他沟通。看到我一个早上进来，他就一直摇尾巴，就很快乐。因为他每天呢就拖着那个捕兽夹这样子，很痛苦。小狗狗。拜拜。Thank you.
太恐怖了，很可怕耶。哇，这全部都是黑色的。哦，有大便啊，兄弟，兄弟，我兄弟，兄弟，大侠，大侠有点恐怖啊，大侠，卖阿内姆，哇靠，站起来快比我们高了哎。哦，他养到这么大了，太狂了，什么都吃。难怪他自己住套房，他自己住一间呢，他要吃汉堡了。他们激动，大侠他忘记了，他一出去看到小狗就，哦，就压着。老板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啊，你关，你关。大侠跟大侠要转过去，他直接跟盆两滴死在这边。你要摔了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哦，所以你们都没人踩到吗？没有啊，身上都狗屎味，臭臭的。哎，小狗狗。我们被狗群包围，直接包起来。哇，摔一排饲料哎！你吃一包，吃饭了。嗨！哎呦，这只最爽，拉着吃。哇，大家都有看到刚才那个狗狗真的超级多的啊，真的要领养代替购嘛，不然这个刘妈妈每一次都载了两三车回来，就因为于心不忍看到那些宠物真的是伤心。现在进来这里是喵星人王国，哇，这只猫大王，它整天在刚好我们出来吃完饭，然后要准备骑车走了，无意间竟然看到流浪猫在这边，然后就是好像一直在叫我们，因为它一直围在我们旁边，就去买个猫罐头给他们吃。一罐多少啊？2罐90啊，因为家里也不能养宠物了，所以就刚好看到就买给他们吃一下。又买了4罐了。因为刚发现啊，后来又跑出另外2只，在哪里？没有，你放在那边让他们自己来吃就好。他那个袋子把垃圾装进去，这个会割到。Replay the memory of you. It's been hard.